我的问候上阿是的安心，侬会会对这把空间的天然好奇是可以去推广，将就通过有机模式安全抢出果子、生产力的认证等四种 GQS 产品，那么好高位尊重唔错。到去年出牌空太多，外都包含基本马祖以外20%人士，采用四种 GQS 比例用44%，已经太多经验半年提出好奇，可以加入基本。马祖两座站，安顺网页营业为全面实施，我补助大概应达成3.5亿元。为了推广菜地食材，腾讯农民行销投研是农费6年前开始设平台，腾讯农民来卖。本地发展都投研大饼的青年农民是安心生产安全有机的农产品。我等你生产，该生产马东。问题呢？我等我哋讲，迄杯因你生产了，唔要讲讲，你遐讲，哪讲市场了哈，较歹饲，歹饲了哈，吼，菜卖唔出去，我等唔要有安样问题。佮唔是去烦恼讲，安样送到福高去，送到哪去，送到哪去，啊，农费容易就处理好了，我的平台就容易处理好，啊，福高咪当简单，就对农费了只平台就做得。农委会讲，去年半年开始期盼空太多全台湾同澎湖县，已经有44%的食材登陆。今年半年开始加入离岛金门、马祖，我帮全台湾168万的学生实施到菜地食材。但是因只新买些送年的食材，不增加费用，而今年没有补助学生，一个人一餐3.5元。午餐，我想各位大家知道，有自设厨房，也有外订餐盒。那自设厨房里面还有公办公营跟公办民营等等。样态不一样，但不管哪一种，我们的食材最后是希望可以跟农民去做，这个就是我们农委会期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合作的模式。那这个不是就可以达到所谓的使用真正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食材？除了学生，农委会每到去年九月期盼九月全台湾19万的国军是送年的青菜，另外去见到采购量的23%，他用于千空14公吨。今年还用增加补助的奖励方式，按算达到1万9250公吨。香港新闻网翻译刘文辉特别报道。